西子湖边喜迎八方宾客，钱塘江畔共赴亚运之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倒计时30天特别节目《新时代新亚运》。杭州亚运会将于今年9月23号至10月8号举行，今天距离开幕还有整整30天。30天后，亚运健儿们将在杭州携手唱响团结共荣的欢歌，即将展现在亚洲和世界面前的是一个蓬勃自信的杭州，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自成功申办以来，杭州和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5个协办城市始终坚持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向全亚洲发出热情的邀约，将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亚运盛会。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关注杭州亚运会的最新筹办动态，感受东道主喜迎四海来宾的热情。今天上午，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主题歌曲发布，经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组委会研究，报请亚奥理事会批准，确定《同爱同在》为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主题歌曲。杭州亚运会的颁奖物资今天也是正式发布，包括颁奖托盘、颁奖花束以及颁奖台。颁奖的花束名为硕果累累，整体的造型分为花材、花器两个部分，象征着亚运健儿披荆斩棘、永不言弃的运动精神。那其中呢，花器是本届亚运会颁奖花束的一大创新啊，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洋木雕制作而成，可供获奖的运动员永久保存。那颁奖托盘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微风中波动的西湖水面，结合本届亚运会核心图形润泽中的飘逸丝带意象，整体给人流动的感觉。颁奖台以红韵紫的渐变色作为主色调，在功能上呢采用了模块式设计，易于拼搭。前面的这块板可以替换，也可以重复利用，体现出了绿色亚运、节俭亚运的理念。今天上午，在距杭州亚运会开幕30天之际，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赛会志愿者的出征仪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今天上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1800名赛会志愿者代表在现场向全世界发出邀约。现场，小清河赛会志愿服务队持旗出征，标志着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志愿服务工作全面转向冲刺赛事志愿服务阶段。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赛会志愿者被称作小清河，这个名字沿用了2016年 G20 杭州峰会志愿者的昵称。大家报名非常的积极踊跃啊！小清河这个名字，一方面呢，荷花是我们杭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形象，同时呢，清河谐音叫清河，寓意着很有亲和力。目前，通过层层选拔与培训的3.76万名小清河赛会志愿者已集结完毕，他们主要来自浙江的46所高校，以及面向社会重点吸纳的竞赛、小语种、医疗等专业力量。此外，还有浙江省外志愿者约400人，其他代表性群体约400人。我们这个服装的话，它的基底色调是一个翠绿色，那么是跟杭州的著名的这个西湖的荷叶是一个颜色。那么能够给人一个温馨舒适的感觉。希望杭州亚运会和亚残会能够顺利成功举办，为世界打开一扇新的了解杭州、了解中国的窗口。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志愿服务，除了在场馆第一线服务的赛会志愿者，还有城市志愿者。目前杭州推出的521个亚运青年微站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有序启动试运行，1万余名上岗志愿者已全部完成志愿服务通用培训，他们将在各个站点提供信息咨询、交通引导、语言翻译等志愿服务。杭州亚运会将于9月23号开幕，会徽、吉祥物、火炬等亚运核心元素也已经陆续发布了。精彩的赛事之外，他们也是展示一届亚运会理念和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结合虚拟，了解一下杭州亚运会的这些相关的元素。杭州亚运会的会徽潮涌，它的主体图形是由扇面、钱塘江、钱江潮头、赛道、互联网符号以及太阳图形6个元素组成。
钱塘江和钱江潮头展示了浙江杭州山水城市的自然特质和浙江儿女勇立潮头的精神气质。杭州亚运会的主题口号为欣欣相融，爱达未来。@呢是全球互联网通用符号，这也契合了杭州作为互联网之城的特征。欣欣相融意在各国人民在亚运会这个大舞台上相互交融。@未来寄托着面向未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一组名为“江南忆”的机器人，名字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个吉祥物分别叫做从从、晨晨、连连，分别代表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京杭大运河、西湖，融合了杭州的历史人文、自然生态和创新基因。杭州亚运会的火炬名为星火，设计的思想源自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火炬造型由下而上生长，整体的轮廓曲线如手握星柴，以玉琮为表征，以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为主干，寓意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火炬四面八槽聚合至顶部中心@形象，呼应了本届亚运会欣欣相融、爱达未来的主题口号，也表达各国运动员团结共荣。杭州亚运会的奖牌名为湖山，湖山将良渚文化的方形玉琮和圆形的奖章融为一体，正面用突出的线条勾勒出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城画卷，湖水涟漪，山峦起伏。奖牌上方的竖扣是一个带有倒影的三孔桥，设计呢是取自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一块奖牌将杭州的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良渚、西湖、大运河都融入其中。亚运会是体育和文化共同的盛会，丰富多样的亚运核心元素不仅反映出了举办城市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展现出亚运当中的独特美学。那接下来我们就换一个角度，一起在诗画江南里看杭州亚运会。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诗人白居易的诗篇《忆江南》不仅把江南美景刻入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同时也为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的设计注入了灵感来源。我们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江南忆组合啊，他们是三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吉祥物从从、晨晨、连连分别代表着杭州的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京杭大运河以及西湖。虽然说没有象征着良渚人的一种面对自然的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他们不断的创新、进取、奋斗、拼搏。从从所象征的最大的力量是来自于一种文化的自信。拱宸桥见证了整个杭州城市的发展，它象征的杭州人民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啊不断探索的一种创新精神。大家知道西湖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那我们连连头顶的这个莲叶就是它的名字来源，它象征着整座杭州这座城市的生态自然文明的一个发展方向。传统文化与江南元素的融合也同样体现在杭州亚运会火炬星火的设计中。在颜色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亚金到我们这个本次亚运主题是红运紫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显示出呢杭州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雅致的特色，以及我们的科技的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火炬中间收腰，两端外放，呈现方圆融合、自下而上生长的一个态势，既体现了视觉美，又体现了文化自然美。刻有四面八槽的这样的一个纹路，这个纹路呢是代表着我们浙江的这个八大水系。那它同时也是孕育着我们良渚文化以及我们这个杭州江南水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自然元素。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文化符号去把我们的亚运的体育精神传播到世界的各地。良渚文化也同样体现在杭州亚运会奖牌湖山的设计中。湖山以良渚文化中的礼器玉琮为表征，
将方形玉琮和圆形奖章融为一体，别具一格。湖山的含义还有很多的层次，包含了杭州也是一个生态文明之城，它所代表的这个绿水青山的这样的一种生态城市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讲山高人为峰，也代表了运动员自强不息、勇攀高峰啊这样的一个含义。杭州亚运会共有六大赛区、56个比赛场馆，承载着40个大项、61个分项的比赛，预计共产生481枚金牌。目前56个场馆已经全部完成赛事功能验收，全面进入到赛前准备阶段。践行绿色理念、科学场馆布局，本届亚运会呢将为公众带来一场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体坛盛世。杭州亚运会以杭州为主办城市，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为5个协办城市，共同组成本届亚运会的六大赛区。56个竞赛场馆包括2个亚残运会独立竞赛场馆，其中新建场馆12个，改造场馆26个，续建场馆9个，临建场馆9个，另有31个训练场馆、1个亚运村和5个亚运分村。杭州设42个竞赛场馆、主亚运村及2个亚运分村，承办田径、游泳、羽毛球、篮球、拳击、马术等35个亚运会比赛项目和22个亚残运会比赛项目。其中，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也被称为大莲花，是杭州亚运会主体育场及田径项目比赛场地，并将承办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以及杭州亚残运会开闭幕式。宁波设2个场馆和1个亚运分村，承办帆船和沙滩排球项目。温州设3个场馆和1个亚运分村，承办足球小组赛和龙舟项目。湖州设2个竞赛场馆，承办排球和3人制篮球项目。绍兴设4个场馆，承办篮球、排球、攀岩、棒垒球项目。金华设3个场馆和1个亚运分村，承办足球小组赛和藤球项目。杭州亚运会共设置了8个竞赛场馆群和7个一馆多项场馆，来提高场馆的利用效率，同时使运动员参赛更加便捷。此外，还广泛使用新科技、新工艺、新材料，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到竞赛场馆的设计和运营中，务求打造首届碳中和亚运会及亚残运会。目前，亚运村和亚运分村已具备入驻条件，赛事场馆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有序地推进当中。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刚刚这个短片当中呢，是整体的给我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的竞赛场馆。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位于钱塘江畔的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这里呢，包括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网球中心、体育馆、游泳馆、国博壁球馆等等。那亚运赛时，118枚金牌将会在这个场馆群产生，绝对是关注度最高的区域了。其中，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就是本届亚运会的主体育场，它将会承担着开闭幕式以及田径项目的全部赛事。接下来呀，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全景虚拟技术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体育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就好像一只造型别致的莲花碗，是由28片大花瓣和27片小花瓣构成的，也被称作是大莲花。大莲花看起来动感飘逸，它的灵感来源于钱塘江水的动态以及杭州丝绸的妩媚，将原本生硬的钢筋骨架转化为呼应场地曲线的柔美形态。主体育场的建筑面积达到22.9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3座可以容纳8万人以上的体育场之一。而30天之后，这里将会见证杭州亚运盛会的到来，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主火炬将会在这里点燃，让我们一起期待精彩的开幕式以及中国亚运健儿们的精彩亮相。那目前杭州亚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的总台记者刘峰呢，也是在奥体中心园区内，我们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此刻我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杭州亚运会的地标性建筑大小莲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带着大家看一下大小莲花的近景，顺着我们的镜头的近侧看到的是小莲花也就是杭州奥体中心的网球中心。亚运会期间网球项目的比赛和训练都将在这里进行，而与它咫尺之遥在钱塘江边的就是大莲花，它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主体育场和田径项目的比赛场地。那杭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呢，也将在大莲花举行。目前呢，大莲花正在进行闭场调试，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幕式的彩排。今天呢，距离杭州亚运会的开幕还有整整30天的时间，那么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从国家体育总局了解到呢，目前许多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都已经确定，正在进行公示，比如说像击剑、自行车等等这样一些项目。而在国家体操队公布的参赛选手名单中，我们也看到像自由体操选手肖若腾，在双杠上有绝对优势的邹静媛等名将都位列其中。我们也是跟杭州亚组委了解到，目前赛事的各项保障性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比如说在赛时的住宿保障方面，官方的72家接待酒店呢，已经完成了客房和消防设施的更新和改造。而从昨天开始呢，官方线下的购票渠道也已经正式对公众开放了。那么这两天呢，杭州亚组委就在我身后的场馆群为中心，在全市进行了赛时一天的演练，全面检测了赛时的运行和协调的机制。那么之后呢，还会根据演练的情况对赛时的运行和协调做相应的调整。在今天倒计时30天的时候呢，今天下午杭州亚组委也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的筹备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刚才我们的记者在报道当中提到了这个小莲花，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前往小莲花来具体了解一下。小莲花指的是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的决赛场地，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座建筑面积达到3.05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0人的网球馆。这里将承办网球、软式网球以及亚残运会轮椅网球的比赛。小莲花在设计理念上延续了大莲花的基本思路，但是外形更加简洁含蓄。小莲花的下半部分是由24瓣的小花瓣组成，上半部分是由8片会旋转的大花瓣构成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小莲花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可以打开的花瓣型屋盖。屋盖是由8片开闭花瓣组成的，每一片的重量呢大约是160吨，每片花瓣都有一个转轴，那8片花瓣绕着各自的转轴在高空转动，沿着逆时针开启，最大可开启的度数是45度，开启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亚运会网球比赛期间啊，屋盖将会呈打开的状态，那如果下雨的时候呢就会关闭。除了决赛场地小莲花，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还包括了多片半决赛场、预赛场、室外训练场以及室内网球馆。那如此独具匠心的设计，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想实地去看一看呢？那9月24号，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也将迎来各国运动员的登场，让我们共同去期待。那大小莲花所在的城市啊，也就是本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杭州，它是一座自然与人文并存、宜居且具有活力的城市。来到杭州，我们可以去哪儿漫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行走亚运之城，跟随记者脚步，共同来感受杭州的诗意浪漫与创新活力。孤山不孤，断桥不断，长桥不长，被誉为西湖的三绝。现在我所走的这一段啊，是西湖的长桥，它在西湖众多桥梁当中造型最为特别，因为它是湖边的一段曲桥，走完全程呢也就不到2分钟，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18相送的故事。桥虽不长，情意绵长，这里也是浪漫爱情的见证。茶叶，茶叶，来龙井茶叶哦。
在杭州的茶园前巷和城隍牌楼巷附近，有一条忙碌的弄堂，叫做大马弄，全长200多米长，却藏着很多老底子杭州的味道。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钟，正好赶上了这里的早市。这条街嘛最热闹，咸豆浆、烧饼、油条，这是老杭州的标配。一般我们这里杭州人都喜欢龙井茶。尝一下就知道了。嗯，什么味？哎呦，稍微就是甜甜脆脆，有甜甜脆脆的。好香啊！现在我就来到了杭州大马弄必须要来打卡的一家店——徐奶奶杭菜的门口。而且每天呢，徐奶奶烧的菜品都不一样。我刚刚看了一下啊，今天烧的菜品呢，有这个杭州的笋烧肉、卷鸡、梅干菜烧肉，以及招牌的卤大肠。从西湖的诗意浪漫，再到大马弄满满的生活气息，这些都是杭州。快速发展的杭州还有哪些更具科技感的漫步方式呢？这里是杭州的钱江世纪城，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南岸。欢迎您来到图林小镇，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区位情况。我们是杭州数字经济旅游实景之一，在我们这里呢，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活力。这就是我们团队所在的这个办公室，整个的年龄都比较小，我是在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了。我90年出生，所以我们是想希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这个技术，形成这么一个软件产品。刚才呢，我是在杭州钱江世纪城图林小镇的写字楼里逛了一圈，我发现这里年轻人很多，每天都有数据在流动，创意在闪烁，同时把很多的想象变为现实。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话呢，在0.4秒内就能完成真人的数据采集，5分钟内计算生成真人3D 数字分身，那么在半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实现3D 数字分身的多场景应用。这里是杭州的钱塘江边，站在这儿啊，钱江两岸的风光一览无余。我所脚踩的这条步道呢，被称之为之江绿道。随着杭州亚运会的逐渐临近，城市当中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之江绿道啊，也逐渐成为了最美跑道。杭州一座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城市已经准备好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倒计时30天特别节目《新时代新亚运》。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杭州亚运会的场馆，接下来再和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杭州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本届亚运会的竞赛项目共有40个大项、61个分项、481个小项，其中包括31个奥运项目和9个非奥运项目。那这些项目是如何选择的？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届亚运会共有田径、足球、拳击、水球等40个竞赛大项，分为竞技性、球类、对抗性和水上项目4大类的比赛，其中有铁人3项、射箭、羽毛球、游泳、举重等31个奥运项目。根据亚运会项目设置的规则，本届杭州亚运会中的奥运项目与下一届奥运会的项目紧密相关，田径、篮球等比赛将作为巴黎奥运会的预选赛进行。亚运会大项设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会融入在亚洲民族间流行的非奥运项目。在9个非奥运项目中，武术、藤球、板球、柔术、克柔术5个项目分别代表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区域特色。比如藤球就是一项已经在东南亚盛行了数百年之久的运动。藤球兼具足球的传接球技术，尤其是空中对球的处理技术，其实和藤球是非常相似的。排球的规则，羽毛球的计分方法，以及场地，它可以说是几项运动的一种集合。而卡巴迪和壁球为亚奥理事会推荐项目，棋类和滑板则是主办城市杭州推荐的。这些非奥项目大多起源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强大的民众基础和浓郁的地域特色。我们对非奥项目的设想呢，是尊重亚洲各个地区对体育的这种普及程度来设立。比如说网球，那么特别是在南亚这块非常的这个活跃，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设立。近日，经过对报名信息的梳理，并报请亚奥理事会同意，杭州亚组委决定对轮滑项目男子花样轮滑单人滑和混合花样轮滑双人舞蹈2个小项给予取消。由此，杭州亚运会的竞赛项目调整为40个大项、61个分项、481个小项。目前，各项赛前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亚运会啊，是历届亚运会设项最多的、最大的一届亚运会。我们正在全面的梳理制定我们的这个赛程规划也就是我们俗称这个竞赛日程。那么这当中还有我们要确定每个小项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方便所有的业务领域以及观众朋友们的能够去场馆观看比赛提供方便。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当中还有一个中华民族传统运动项目，那就是赛龙舟。龙舟比赛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浙江温州也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温州也被誉为中国龙舟名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的温州龙舟运动中心，这儿将会承担杭州亚运会龙舟项目的全部比赛，而我们眼前这片静水水域就是龙舟竞赛的赛场。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比赛所用的龙舟。龙舟必须配备龙头、龙尾、鼓、舵，以此来保持民俗传统。比赛的时候，每支队伍都需要配有鼓手1人、舵手1人、滑手10人、替补队员2人。杭州亚运会的龙舟比赛共设有男女12人龙舟、200米、500米、1000米6个项目。比赛共设6条赛道，每一条�赛道的宽不低于13米，航道内的水深不低于3.5米，航道内设置有浮标。参赛各队在各自的赛道内同时起航，以龙头最前沿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名次。好了，说完了龙舟以及户外的赛场，我们还要再来讲一讲龙舟运动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就是河对岸的这座建筑。远眺过去，整座建筑的造型演化自中国龙的形象，并从蜿蜒的瓯江水、绵延的温州山脉中汲取灵感，意在彰显龙舟赛事的拼搏精神以及诗画山水、温润之舟的城市气质。那么关于温州龙舟运动中心还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一起去看一看。
走进温州龙舟运动中心，远远就可以看见这座依河而建的龙舟赛事的主场馆。因为场馆外形看起来非常的狭长，并且高低起伏，就好像是一条龙静卧在水面之上。这座楼呢，也被称之为龙楼。龙舟赛事明明是在户外水域的赛场上进行，那么为什么要在水边修建这样的一座场馆呢？据了解，亚运会期间，运动员备赛休整、裁判计时计分等赛事相关功能都集中在龙楼里。从整体造型到局部图案，它的设计理念都出自一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作为一个建筑，它一定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它一定是融进当地的一些元素。温州的建筑它不强自然，它会很知趣地把自己揉进大自然之中，因为没有东西能跟自然相比美。我们这个大堂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想法。温州这些传统的民居，它基本上是由圆柱子作为它的结构撑起屋顶。圆柱子撑起屋顶，阳光透过玻璃屋顶洒下光影，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光影也不同。龙楼将自己融进自然，融入生活，家乡的韵味在与自然的亲切相伴中呈现在世界友人面前。场馆在建设的时候还充分考虑到了节能环保的元素。在场馆的顶层抬头看呢，可以看到一条透明的龙脊在屋顶的中央贯穿通过，整条龙脊都是采用玻璃的材质建造而成，可以起到采光节能的作用，在白天不用开灯也会觉得光线非常充足。在炎热的季节，不开空调也不觉得热，凉爽的秘诀呢，就在于我身边这块看似普通的玻璃窗。整个龙楼的外墙都采用了这种竖明横隐中空的玻璃幕墙设计，提高室内亮度的同时呢，还能有效阻止太阳辐射进入室内，降低空调负荷，节省能源。紧挨着龙楼，这座57米的周塔造型别致，从正面看像一根船桨，从侧面看又好像一艘竖立的龙舟。周塔也叫终点塔，龙舟比赛的胜负在这里见分晓。远处立着一个红灰的这个柱子哦，它就是我们这个钟鼎性的一个标志。那我们这个钟鼎塔呢，总共有5层，一楼它是我们人工裁判的这个位置，二楼呢是这个定子计时计分的系统。站在终点塔下，向我的左手边看去呢，可以看到远处浮在水面上的起航平台，那也就是龙舟比赛的起点位置。在赛时，起航平台会根据200米、500米和1000米不同项目的长度来调节起点的位置。参赛的龙舟呢，会在各自赛道自东向西冲过终点线。与场馆隔岸相望是亚运会期间的观众席。观众或站或走或席地而坐，尽情享受龙舟比赛的速度与激情。从民俗走向亚运，小小龙舟正逐步滑向更大的世界。而龙舟作为一项团队运动，已经成为展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精神的最好载体。好，看完短片之后，我和殷琦表示实名制羡慕那些到时候能够亲临现场观赛的朋友们，不仅在温州龙舟运动中心能够看到千帆竞渡，也能够欣赏水岸风景，感受到我国传统的龙舟文化。没错，真的很想去现场看一看。那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龙舟作为展示项目出现在了奥运赛场，这就标志着龙舟已经启动了入奥程序。温州呢，是杭州亚运会的5个协办城市之一。龙舟比赛和足球小组赛将会在这里进行。那随着杭州亚运会进入到30天的倒计时，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温州。温州是一座更续千年文脉的历史文化之城，也是一座商行天下的民营经济之城。行走亚运之城，我们接着来了解温州。江亭有孤雨，千载寄幽存。我现在所在的小岛就是温州城北瓯江之中的江心屿，人们在岛上休闲游览，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岛上有2座古航标，也就是我身后的古塔，历经千年依然耸立，为往来的船只指引方向。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建于2200多年前，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交汇交融，形成了独特的瓯越文化，也为温州人注入了开放创新的文化基因。宋元时期，温州港兴旺繁荣，来往船只和各国商人络绎不绝。在整个宋元时期啊，那么就大量的青瓷，当时是通过它的这个竹筏或者通过小船，就是沿江而下，就是汇集到我们这温州港，转运呢大船，完了就出海，啊，就是畅销我们当时海内外。这里呢是我们这个展示的，是我们古港遗址出土的一部分的瓷片标本。我们采集的标本呢，现在呢已经有十几吨。活跃的商业发展贯穿古今，改革开放后，温州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全国第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一部私营企业条例等，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我手上是一款42码的女鞋，在我身旁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上正在完成来自德国的订单。在温州鹿城的鞋业小镇，每年有3亿双女鞋出口到世界各地，相当于全世界每7双女鞋当中就有1双来自浙江温州。温州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拥有制鞋、低压电器等40多个全国性生产基地，全市市场主体突破130万户，企业近40万家。近年来，温州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正加快发展壮大，经济发展跑出速度，城市建设也体现着温度。如今，温州正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老年友好城市。这里是温州市养艺第二小学的足球场，同学们正在训练，准备学校的迎亚运足球联赛。这所小学啊，曾经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赛的华东赛区的总冠军。而随着温州即将举办杭州亚运会的足球小组赛，这里的足球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眼下，温州全民足球赛正在火热进行，108支队伍通过激烈角逐，提前点燃亚运氛围。杭州亚运会进入到倒计时30天，杭州亚运村现在已经全员上岗，并且做好了准备，迎接月底即将到来的压力测试，以及接下来将陆续到来的运动员们。杭州亚运村共分为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总占地面积113万平方米，是亚运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那运动员居住的房间长什么样子？亚运村又会提供哪些优质的服务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从亚运村发回的相关报道。我们现在呢就在杭州亚运会运动员村的运动员公寓，那么在我们身边37栋楼宇的2600多套住房，届时呢将成为10000多名来自亚洲各国运动员和随队官员临时的家。这几天呢在亚运村进行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可以用3个心来形容。首先第一个心就是用心。我们现在进入到的呢是一个4室2厅的运动员公寓，那么大家走入这个公寓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收到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那这份礼物呢现在已经摆在了运动员公寓这个每一个人的床上。那这一份礼物呢都包括什么呢？首先不仅有生活所必须的毛巾呀、杯子呀以及洗漱用品等等，那么在这其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这个袋子，那么这个袋子里面呢装着的呢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是有着这个独特江南风格的一条丝巾。那么由运动员呢目前还没有入住哈，所以这个丝巾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个悬念。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就是整个运动员村所使用的这个衣架和杯子都是采用的麦秸秆所制成的，那么这种材质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自然的降解，所以可以说本届亚运会是把这个无废和环保是落到了细节之处。在这个运动员村里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种用心的细节，那么还有许多贴心的细节。运动员们的吃穿用度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所要考虑的范围。
在运动员村里呢，还设置了包括有超市、餐厅、健身房、综合门诊部等等。尤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呢，就是综合门诊部。赛时呢，这里呢将开设包括骨科、口腔、耳鼻喉科等等赛事直接相关的科室。那么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里还配备了中医推拿科，里面呢还配备了包括有按摩床以及拔罐和刮痧的装备。在赛事期间，多名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将全天候在岗，通过中医推拿等方式帮助运动员进行放松和治疗。我们所感受到的第三个心呢，就是交心。赛场内呢是体育的竞技，赛场外的运动员村也就成为了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亚运村 C 位的国际区，几栋楼宇的外墙是一幅由富春山居图演绎而来的巨型山水画。此外呢，大到楼宇，小到运动员村花园里的水池，行走亚运村，各国运动员们随处都可以体会到满满的江南文化的气息。赛时呢，滨水区还会举行江南文化市集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活动。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全员上岗，仅工作人员的种类呢，就包括了交通、餐饮、竞赛、医疗等数十个工种。正是这些工作人员在过去三年内的默默付出，才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亚运村用用心、贴心、交心所打造出来的心心相融的家园。在这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这儿感受到一份家的温暖。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游客朋友们也都开始着手准备观赛的出行攻略。但是像购买赛事门票、美食、导航、酒店、景点等等，都要用到不同的软件啊。那杭州是围绕亚运观众观赛的一个需求，推出了智能亚运一站通，为观众提供从购票、出行、观赛到住宿、用餐、旅游等一站式的服务。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组委会推出的一站式数字观赛服务平台智能亚运一站通，运用高新技术，整合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六座亚运城市信息，打通各类亚运场景，集成各类城市服务。观众只需要使用这一个平台，就可以从食、住、行、游、购、娱、加票务等多方面玩转亚运。对，我们这个平台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整合了很多美食平台、出行平台以及旅游平台的后台能力，有30多项功能。比如说美食通，我们可以为亚运观众提供亚运六城的美食。除了美食推荐功能，智能亚运一站通还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推出了智能行程规划功能，涵盖亚运六城的交通信息。观众也可以在定制个性化行程后点击前往目的地，平台会自动推荐不同的出行路线。在进入景点或者乘坐公共交通时，观众可以使用亚运 Pass 功能实现一码通行。我们整合了景点、景区、文博场馆、公交、地铁以及酒店预订，多码合一，我们只用一个码就可以方便的进出。我们亚运观众在观赛的当天可以凭自己的门票使用亚运 Pass 来进行公交、地铁的免费出行。此外，智能亚运一站通还开展线上火炬传递活动，打造全景 VR 亚运等，让更多观众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亚运中来。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有9000多万注册用户，每日活跃用户近300万人。我们也是希望智能亚运一站通这个平台能够真正的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观众，让来自四面八方、海内外的观众啊，能够感受到我们杭州数字经济的便捷。同时呢，我们也在努力把智能亚运一站通这个平台在赛后作为亚运遗产转化为城市服务平台，真正的能够实现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这个目标。亚运会的各项保障工作已经是陆续进入到演练测试阶段了。此次亚运会期间呢，杭州将推出亚运数字专用车道，在确保亚运赛事车辆优先通行、安全顺畅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减少对大家日常出行的影响。这个大屏幕上展示的就是亚运数字专用车道控制系统，赛时期间，杭州公安交警部门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实时监管不同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
我们的亚运村和竞赛场馆主要都集中在我们整个绕城圈的范围之内。我们从亚运村出发到我们这个赛事比较集中的黄龙体育中心，我们一般呢都会通过这个杭州市交通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在日常的情况整个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要确保亚运赛事车辆优先通行，安全顺畅，也要兼顾公众的日常出行，如何实现道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此，杭州利用数字化技术，根据实时路段通行情况和赛事车辆运行情况，动态控制专用车道的启用状态。以新塘路为例，现在正处于早高峰的大流量时段，在系统中也可以观测，当前和后续都没有赛事车辆需要经过新塘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塘路的亚运数字专用车道状态就是社会车辆可兼用的状态，把车道共享给市民群众。目前亚运数字专用车道已进入测试阶段，并开展了赛时一日演练，车道分布在杭州市区内的地面道路、高架快速路和高速公路，铺设了亚运专用地贴，在路段上方或路侧也设置了电子屏幕，公众可以通过文字提示来观察专用车道的启用状态。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志愿服务，除了在场馆第一线服务的赛会志愿者，还有城市志愿者。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杭州推出了521个亚运青年微站，为大家提供引导、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上万名的城市志愿者当中，一半以上都是青年。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年近70岁的志愿者，他叫王鲁民。他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13年前，他还参与过广州亚运会的志愿服务。这一次亚运盛会在家门口举行，让他怀着更为热切的期盼，再一次加入到了志愿服务的行列当中。早上8点半，王鲁民和另一位青年志愿者准时到岗投入工作。他们所在的亚运青年微站位于杭州市主干道延安路上，来往的很多都是外地游客。从这里过地道，左手转弯的过地道，穿大马路对面就西湖了，左边过去一点点路，30米都不到。好，玩得愉快。早上的人流量不是很大，但王鲁民他们丝毫没有懈怠，始终站在站点门口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别人可能不知道你这个帖是干什么的，对，人家说不定还以为你是卖水的，卖什么东西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站在外边，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穿那个衣服，他们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志愿者，然后他需要的问题他就会来问我们。所以你们要先主动。对，这个主动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作为经验丰富的骨干志愿者，王鲁民还要负责周围站点年轻人的培训工作，要及时跟大家交流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借轮椅，我们周边有哪些亭子能够借轮椅的也要了解一下。哦，因为有些有些没有。对。大家反映的问题，王鲁民第一时间发给了带队队长。就是我们现在发现问题了，我们能够马上解决。那要我们要提供的是优质便利的服务，要让人家觉得呢，我到了杭州来非常舒服，感受到你们也很欢迎我。不仅仅是体育的分享，还有一个城市的就氛围的分享，还有一个人文的这个精神的分享。特别是在我的家门口，对不对？我想13年前我都跑到广州去做志愿者了，我在家门口我应该更好的做。2004年，王鲁民就加入了杭州志愿服务团队，一干就是20年。他参加过广州亚运会的志愿服务，也参加过上海世博会的志愿服务，大大小小的志愿服务时间已经累计超过4万小时。亲身经历了，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国家的发展了，给我的感觉我们国家在强大，在不停的发展，对我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日子越过越舒坦，越过越心里头越开心。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够反馈给人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趁现在还做得动的时候，就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杭州第19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式倒计时30天，本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杭州和各协办城市迎亚运的氛围正浓。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多路总台记者去到浙江各大赛区，感受一下全民迎亚运的火热氛围。你知道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是哪一天吗？9月23号。很开心，等了这么长时间啊，终于等到了。然后9月23号呢，也是我们儿子的生日。
所以说他也记得很深刻，很期盼这个日子。像亚运会马上要开的话，最期待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那肯定是我们自己场地上的比赛，对吧？就我们的三人制篮球，两枚金牌要在这里诞生。当老师对我来说还是网球了，因为我网球是我的最爱。平时我是跑步比较喜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运动，你只要穿上跑鞋随时可以出发。我想问你一下，就您平常会做什么运动？篮球啊，排球啊，然后游泳。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沙滩排球。毕竟在电视上看亚运会和切身的参与到我们整个亚运赛事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又在家门口这么好的机会的话，自己也是想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这个亚运的氛围。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紧张有序，很多亚运人的心情应该都跟我一样，是既忐忑又激动的。家门口举办的亚运会感到非常的骄傲和开心，也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为亚运会的举办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在亚运期间呢，我们会承担各国运动员在相关赛事城市之间的运输保障服务，那我们肯定会把最好的状态和最优良的技能展示出来。志愿者大部分以00后为主了，他们充满着朝气，非常期待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展现他们的风采。就是很期待那些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可以来到中国，然后见证我们的东方之美、大国之美，感受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包括热情，然后希望他们在这里能有一段非常美好的体验。马上举办亚运会了吗？您的心情如何？我心情还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来杭州有11年了，通过亚运会城市有一个很大的蜕变。国家强大了嘛，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都盼望着这有更好的身体。我95了，大家呢都为这个亚运再出一份力，我想想我也应该出一份力，自己减自己乐，全国人民一起乐。杭州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金秋九月，让我们相约杭州，共同奏响欣欣相融爱达未来的和谐乐章。让我们期待亚运，祝福亚运。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亚运杭州亚运会倒计时30天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28号开始渤黄海将有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1.1到1.6米的轻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
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风平浪静。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海况优良。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青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黄岩岛是青浪，永兴岛、永暑礁有中浪。